威姆斯一个拜佛，轻松过掉杨正，飘逸上篮得手。接着又来了个撤步金鸡独立，中距离投篮真的太稳了。比赛进入第四节，威姆斯依然保持着很好的进攻状态，而杨正的战投也还是很不讲理。来看看双方末节比赛的精华集锦。哎，拔起来之后有没有？问题建议一下，有了。杨正，这球有没有？哎呀，有了。杨正怼进去，哎，这球威姆斯放了，哎呀，终于是上进了一个投篮。哎，这边威姆斯突进去，哎呦，这个动作做得非常漂亮，这动作的舒展性都是非常的好，赏心悦目啊！哎呦，这球安顿。这场百分对于杨正体力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。那这球威姆斯，杨正这球拔起来之后，哎呦，新的为二位球员在呼喊。那杨正这边，哎呦，又来一记三分。现在杨正这个体能可谓是见底了，只剩哎呦再来一记三分。杨正能不能再有？妈，没有时间再说广告了，我们继续。关注场上的比赛，也是超过了这个孙睿自己的预期。没有，詹姆斯这边上篮，备手的时间进入了尾声。那这球三分球，继续给杨正一些表现的机会。全场观众在大喊60分，有没有？给到了犯规，詹姆斯表示非常摸不着头脑。全场在大喊60分，险些丢球。到犯规，一个勾手，哎呀！投篮，对，这个拜佛拉住之后，但是没有用。最后这一球会不会结束这场百分单挑？威姆斯三分球，哇！那么本场比赛结束。来，各位不要动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各位不要动。是没起球，但是应该是结束了。